出六个姓周的歌手。说啥？说啥？周艳红、周深、周传雄、周兴哲、周浩、周笔畅、周兴哲是谁？周兴哲是谁？周兴哲哪位啊？周兴哲是谁？张信哲和周星驰。你看国海外的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，就是他每次都我一点没瞎说。我们周星哲，我们孤陋寡闻了，我们是嘲笑人家。哎，是吧？是有吧？真有这么个人。你们好俗啊！你们好俗啊！不是。给解释了，给笑死我了，笑死我了。这个是答对两个题哈，你们想看玲姐办哪个？想让玲姐办这个。你让她自己选吧，两个都很累。我问一下，哪个可以不束腰？你看这俩束的，一个比一个狠。玲姐，你要选了这个皇后，后面就不再出任何的卡通形象给你了。但我有一个条件啊。你们玩一次那个石头剪刀布，你们对一样三次，我就选这个。可以啊，石头剪刀布。你这个啊啊啊！来来，石头剪刀，石头剪刀布。三人，三人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。刀王，你不许商量！刀王，你不许商量！你第一个不能，你第一个得出剪刀。好好好。然后从第四把开始算。来啊！先都出剪刀。来，三二一。等会儿，你们在作弊！你们在作弊！哎，等会听我说，我要喊口令，我要喊怎么样？你们已经作弊完事儿了。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布石头剪刀，石头布布布石头剪刀，剪刀石头布，布石头石头石头布剪刀，剪刀布石头，剪刀剪刀布。好了，哎，你看我不懂这个。作弊手。小厨小弟竟敢班门弄斧，大威天龙，大威天龙，大罗法咒，大罗法咒，我惹公婆，我惹公婆，我惹妈妈哄，我惹妈妈哄，超级作弊手，这哪有这样的？这么灵活是吗？林姐要赌一把吗？你还有什么筹码呀，胡总？啊，今天有的是筹码。那这样好吧，我俩来石头剪刀布，谁赢了谁说了算，好吧？来，三，几把？三局两胜。三局两胜，石头剪刀布。我没看见，这组你赢了吧？石头剪刀布。三局两胜，皇后皇后，愿赌服输。愿赌服输啊！哎呦，哇塞，你这个倒霉蛇，我给了你三次机会。你跟嘉玲姐刚才说一起都出剪刀，这晚上没饭吃了。好啊，皇后皇后，来恭喜玲姐红到皇后啊！看一下，朗哥最想。